直销神话，演绎精彩四年。2008年扎根新加坡，在短短四年里拓展至马来西亚槟城、吉隆坡、新山、印尼及台湾，以树立正直、正派、正面的理念获得市场的肯定，并以 Pertia 胎盘素闻名市场，成为业界受瞩目的一颗巨星。 Riway 昂首走向全世界，开拓世界版图，发展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但始至今， Riway 以 Pertia 胎盘素作为最佳的承诺，不断追求卓越与革新，奠定了行业领先地位和无限的市场潜能。Riway 强势茁壮的管理层贯彻并落实优良企业文化，带领闪耀的星级销售团队发挥无限大的凝聚力量。 Riway 一步一脚印，与伙伴共同进退，打造最强悍的团队与领袖。 Riway 的使命与愿景让许多人达至美好人生，更让无数的伙伴生命从此发光发热。 Riway 的坚持让您人生充满光彩。 Riway 邀您一起续写辉煌，昂然走向世界。首先呢，我们首先颁发的第一个奖项就是 Diamond One Star。 Diamond One Star，
Diamond Two Star。Diamond Three Star。Very much. Untuk semua tim dari Indonesia, terima kasih bunga ini untuk anda semua. Sukses. 同时我也要感谢所有的伙伴们。我最要感激的就是我一般上下线的配合。我要感谢一起跟我奋斗的事业伙伴们。只要我们本身能够自力努力，那么成功属于我们的。谢谢。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纽西兰见。首先我要感谢总裁 Lockerlim， 副总裁 Kenny， Gloria， AV， 他们。今天我个人小小的成绩是属于你们的。我认为要成功就是要有很强的欲望，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纽西兰见。谢谢 Lockerlim， Kenny Wong， IVC， Gloria， 还有我的上线就是我父亲老熊友，还有我们的大家长罗金珠，最重要还有我老婆。谢谢我们的 Dr. 林文翰，还有所有的副总裁，谢谢。还有我的上上线，我的多金珠文叶丽，我弟弟们，因为每次我都漏了那个叶丽跟我的罗金珠，然后我又很不好意思，今天补回，
只要我们相信、努力、坚持，李卫可以带给我们更好的舞台，世界舞台。下一站，纽西兰见。首先，我要感谢 Dr. Lim， 还有我的上线 Albert、Steven， 借助大家的掌声，感谢他们。还有，我要感谢我所有的下线。成功不是偶然的，是要靠努力和积极的态度去争取的。Oh yes！ 今天如果真的跌倒了，别灰心，重新站起来。只要你坚持，一定会成功的。答应你们，我一定会做到。无数次的毅力。And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s to my direct upline listener Jeffrey and Shani, Simon Wong and Bao Yue Jie, and also all my downlines. I love you all. 我爱你哋。再落嚟咧，我更爱我嘅组员，因为有你哋嘅奋斗，先至有我今日企喺呢个舞台。Elite three star two times.我们要介绍顾客的时候啊，最重要是用心。你如果紧张，如果你怕来讲，你就失败了。OK， 对不对？我们对顾客，我们要用心，而且不可以怕，对不对？好，我谢谢 Dr. Lim， 我谢谢 Cordia、Kenny Wong、Ivy 所有的工作人员啊 ，Riway 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团队，我的团队，谢谢你们全部。今天我非常的感触。因为我记得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是一个顾客，我当时也是坐在台下看这一场的表扬大会，然后呢，我当时看到那么多人上台接受表扬，我就开始对这个产品有信心。我很感谢这个产品在这个时候，去年的这个时候让我认识，因为一个月之后，我弟弟发生了一件事情，差一点性命都没有了，就是因为这个产品把我弟弟救回来，感谢公司，感谢 Patia。 那在这里呢，非常感谢 Riway 公司一路来给的栽培的系统领导下，造就了平凡的我成为不平凡的生活，甚至呢让我拥有不平凡的团队，就是你们。这一路走来也非常感谢我亲爱的父亲，今天的成就，并肩作战的伙伴们给我的，谢谢你们，我爱你们。回想过来，在一年多立位这个日子里面，不是太辛苦，也不能说是惊天动地，但是这一年多已经找回我保险12年的钱。我希望立位长红，立位日日红，立位业绩如虹，谢谢。所以大家是我最可爱最喜欢的全部的伙伴们。 Thanks everybody for the night. Very thank you. All the best.
一年前一位妈妈的病重透过 Riway 这个神奇的产品呢，把妈妈救回来了。因为这个感动，我待下来，我留在 Riway 发展这个事业。一年后的今天，我看到满天都是星星，在 Riway 里面越来越多人成功了，哎，被这个产品而感动了。我也看到我的组织也因此而慢慢长大了。同时也要借这个机会呢，感谢介绍我带我入行的 Jeffrey。 最后要谢谢一群跟我打拼的朋友。接下来我真的也要感谢 Simon 宝业还有 Jeffrey Shiny， 谢谢你们。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所有组员你们的，谢谢你们。我们纽西兰见。 Elite 3 star 3 times。 我们老板太厉害，他现在在世界各地设立很多的马场，这些马场呢就是我们这些马去跑去赛跑。还有我要感谢国家，这些马场就割了国家去安排给我们去赛跑。我还要感谢 Kenny Wong， Kenny Wong 就他是练马师啊，整天去练人家去跑。还有一个是谁，也是我们的副总裁。如果我们赛跑了赢了，我们的账目要去跟谁算啊？赢了啊，要去跟 IV 算， IV 自动会算给我们的，我们不用怕，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不可以跑得太慢，请各位伙伴们，要钱还是要健康？我们钱也要，健康也更需要。一个炒粿条可以站起来，你们说你可以吗？对的，你一定要站起来，你要相信你自己，不要说每样东西当我不会你就学，学就对了，跟就对了，不会一直在学。今天一个炒粿条可以站起来，你们一定可以，我肯定的。你们的知识你们的智慧不在于这个，在于国际舞台，在于我们的公司能创办的，在世界各地能打下这个基础，给予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想要赚钱还是想要健康的好，这个致富就属于你的。李威的公司的进展速度真的太快了，快的比路更快啊。为什么？因为他每三个月就给我们一次的突破，给我们一次的高潮，给我们一次惊喜啊。我给我们大家都对我们公司的正确的管理层和他们的管理们都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全力以赴的在这个公司里面做出更好的成绩。希望所有的朋友伙伴们明天会更好，谢谢各位。 Elite 3 star 5 times。
star five times. 李伟总裁 Dr. Lim， 各位亲爱的伙伴，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 很多时候，成功就在不远处。坚持就是胜利。今晚所有站在台上的得奖者，就是因为当初的坚持，才有今天的胜利。我希望接下来我们大家继续坚持下去，更好的明天等着我们。谢谢你们。 Elite Three Star Five Times。 当然，Shani也知道，所有的组员呢都面对好多好多的压力，好多好多的委屈哈。那在这里呢，Shani，愿意代表你的顾客，向你说声对不起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把这一口气吞下去。 因为呢，在这个行业哦，有很多很多的人还等着我们，还需要我们去帮忙。所以呢，你不能够跌倒，你也不能够选择放弃，因为你的未来还有很长远的路。谢谢大家。 Elite Three Star Five Times。 在立位这三年多以来，当一个颁奖大会由几十人到现在几千人，那就是成长。因为我看到一群一群的人在这边，在立位这家公司里面找到了希望。在一个人很贫穷的时候， 走投无路的时候，来到立位，找到前途，找到他的事业。我相信未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更多的人会在立位这个舞台上发扬光大，找到希望。 Elite Three Star Five Times。 我时常讲，人啊，什么都不怕，最怕就是穷。穷人我们做得多，
有钱人没尝试过，对吗？那么如果今天可能你这半辈子，可能你这辈子已经穷到怕了，不要再怕，富贵会逼人的，富贵会找上门的，只是你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如果今天你不给机会，这个贫穷就会临到在你生命里面。如果你给机会，利益就会临到你的生命，就给你能够有荣耀跟还有富贵荣华的。那么今天我有这个成就，今天有这个千万的业绩，不是我靠我个人，是因为我们千万团队。谢谢你们，这个荣耀是你们的。谢谢谢谢。 Elite 3 star 6 times。 今天有些人问我 Simon， 你应该不需要做了，为什么这样辛苦拿着 projector 拿着 computer 这样拉着一个 bed 去开发市场。我说哪里算辛苦，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很简单的动作而已，因为我要帮助更多我的底下的 成员，要他们成功，因为他不成功我就不成功。所以这个观念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有。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成就，但是我也不忘记以前我们走过的路。所以有句话讲，得意不要忘形，当你有钱的时候不忘记没钱时。所以钱走了的时候你很难找回来。我感觉到当我们赚到钱的时候，把钱做多一点慈善，做多一点功德，这样你的钱就不会停止。所以在立位里面我发现到每个人都有做这样的动作，付出一个爱心，把产品介绍出去，甚至我有听过他们把产品这样贵的送给他们吃，真的来给自己个掌声，真的了不起。 Elite 3 star 7 times。 只要说你自己本身，你觉得你今天你遇到了一个机会，你用了这个机会，而且这个东西又怎样呢？它可以帮人，它可以让某一个人改变人生，改变他们的健康，改变他们的收入。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吗？可以吗？所以我们要怎样更加油的去做？只要你坚持，从来没有什么叫困难，除非你放弃。因为某一个时刻你去面对一个顾客的时候，不要因为
某一个季节你即刻就消极，不要，你就是要随时随刻，就好像人家这样掉一声你就马上正面。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今天的这个 Elite 7 Dam 应该是你们拿的，可以这样讲吗？对不对？最重要是自己这边这样，不要胡思乱想，你只是很简单的这样，简单的使用产品，简单的做，你简单的赚，什么东西不要复杂化，放轻松一点，你就不会觉得你压力。你去跟人家讲的时候，他拒绝你不重要，重要是等一下我要见下一个。如果你某一个时刻就说我要见下一个，成功肯定是属于你们的。不过最重要是坚持信念。林文峰博士 Riway 国际创办人，凝聚13年的感动，化实现梦想为动力，成功因为坚信直销梦，贯彻正直正派正面的经营理念，把爱与希望传达每一个伙伴，激发伙伴迈向成功人生。今天其实啊，除了表扬大会之外呢，其实今天是Riway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庆祝会。庆祝什么呢？庆祝我们在2012年1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达到了我们2013年的目标。听清楚哦，我们在2012年1月。达到2013年尾的目标，整整找了接近2年。那么什么目标呢？就是我们达到了1亿新币。那么单单这个数目字，一亿新币几个数目字啊？几个号码？啊？9个号码，是不是啊？9个号码，这个数字大不大？单凭这个数字，已足以证明这个产品是好的，对不对呀？对。要不然有没有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业绩呢？有没有可能？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好，今天他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业绩，他不是牵涉一个人，他不是牵涉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吃，不是两个人吃，是几万几万人在吃的，对不对呀？只有证明一样东西，它是好东西。它的效果的确非常的惊人，所以它才会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同意吗？同意。所以当然除此之外，也要真的靠大家每一个人的努力，我们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时刻呢，让我邀请所有的一粒吹沙门上台，好，跟我们一起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哇！恭喜 ！Congratulations to Riway！ 2012年的 Riway 更上一层楼。第一季度表扬大会成功，好不好？在台下所有的伙伴们，所有的兄弟姐妹们。给一个最热烈的掌声，耶、yeah! ！给我们自己，还有我们所有的伙伴。最后，我祝福大家，鲲鹏展翅，背负青天，扶摇直上9万里。谢谢大家 ，Thank you very much。耶、yeah! ！